台湾，我的故乡。台湾无比精彩，就是搭乘公车的时候，然后等到我看清楚公车的字的话就已经跑了，然后或者是在外面点餐的时候，如果菜单是在墙上，那个我也是看不清楚。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身心障碍者需求评估中心的社工。自从身心障碍鉴定与需求评估制度上路以后，我们接触到很多第一次领身心障碍证明还不熟悉福利服务的视障朋友们，因此透过与服务单位合作，用联合评估
道宅送赠的方式。除了让视障朋友们可以享受道宅送赠的方便性，更希望他们有机会可以了解并使用视障者服务，再次改变生命的色彩。你好，请问办什么业务？我想要领证。啊，这边请，这边走。请你接我父亲的手，谢谢你。我想问一下，你目前视力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就是比较精细的东西的话会看不清楚，然后还有就是色彩对比没那么强烈的话也会比较糊一点。那我把那个身心障碍者给您。好，谢谢你。不客气。谢谢，再见。拜拜。因为像我们如果眼睛比较不好的人，然后没有别人陪的话，可能出门搭这种大众运输工具要找路那些的话就会很辛苦，可是如果他到家里的话，这对我们来讲其实非常好。鱼的证件给你，然后请你看一下这样证件的字是不是对的。不会。不好意思啦，我是社会局的社工，想请教一下哈，是关于你可能这个视力部分的一个问题呀、啊，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呢？比较开始有问题的话是高中的时候开始，那时候只是觉得视力加深的很快而已，然后是到大学才去做的视力检查。这些课程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的？大概上了多久？这些课程我是从3月的时候开始上，然后上了3个月的左右。老师是1对1教学，老师他是从基本的电脑的一些内建功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用电脑，还有一些给老人家用的一些内建放大功能给我们用。或视机的话，主要是用在纸本阅读上面，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把扫进电脑，然后把它放大，所以我们可能就是直接用扩视机把字给放大。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你今天来还顺利吗？标准的都是好油，但是呢，重点是在于使用方法，它的使用方法是对或者是错。例如高温烹调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去用安定性够的油。啊，如何分辨安定性够的油？一个很简单，你去看你家的厨房会不会黏，你去摸你家的油使用过的油的瓶口会不会黏。如果你使用的瓶口会黏的话，代表在常温底下25度。它就已经氧化了，黏就是氧化。那这种油好可以耐高温吗？大概几20几年前，我曾经看一个报纸，是联合报，它有登啊，登台湾的慢性疾病是世界比例最高的。虽然他们都有父母亲，可是毕竟家里面没有那么圆满，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创立了这个医路院，想说我们要如何把它做好。那我们在
前三年参加后厝国小的单车环岛，我就在观察。第二年我亲自参加，包括第三年，我们就开始筹备。筹备还不决定我要走这件事情，因为我要看孩子们他是否是真的想要。所以 在这个过程我也挑战孩子，我也挑战孩子真的想要吗？好，这一件事情我要确定。我们到去年十二月底都还募不到资源。我们因为我们有小孩子在念后厝国小，那校长很帮忙，那我们也参与了，非常开心。那我觉得激起我们这样的斗志跟心态，就想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孩子圆一个小小的梦？什么梦？就是说他可以挑战自己，然后跟自己说我是可以的。基本上我对孩子有很深的怀疑，就是我自己对孩子的怀疑。好，就是他真的做得到吗？好，但是相信自己体验这种自己做得到这件事情，我又想看见。然后我的孩子一直告诉我们说，师姑，我们一定要环岛，一定要环岛，这是他们的梦想。我说梦想要靠自己去争取。好，师姑不怕你们争取，就怕你们不争取。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我们曾经鼓励过孩子，你们不要环岛，只要你们，我们都是一直叫他放弃，不要环岛，不要骑，你可以不要骑的，上车我们可以不要环岛。可是孩子每一个反应都是更加的积极，那种强烈的想要证明自己做得到的那种心啊，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也真正启动了我愿意帮他们开始去筹募资源的力量。汽车驾照可以使用。这辆车不用再调考过。我接触他完以后，我发现他其实，我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我们用正常的眼光去看他，去跟他互谈，或者是用朋友的方式去跟他互谈，所以他其实不把我当老师。就是要我站在前面，走在前面，然后他就走后面。然后说，如果路线不对的话，他会跟我讲，他说这个路线不对。我常常都会问他说，我们要走哪？那时候我也是先探路，怎样的路途会对他比较熟悉，而且比较简单，不要去绕路。但是我希望你之后可以自己想要去哪边走走，看一下捷运，看一下公车，我们就可以去哪里，不要整天都只有窝在家里。像坐公车啊，或坐捷运啊，他问人家到几号公车这样子，才达到那个。因为只要坐蓝五的公车到那个市政府捷运站的时候下车，走路差10分钟左右就到了。不要就是因为自己觉得没关系啦，自己都已经这样了啦，我就整天就只有窝在家里。像找工作我也一样去找过，他说等候通知，等很久了。还是没有通知，所以就想说应该是不可能会有，因为别人会想说我是残障人士，可能不想用。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先提醒他，我们到圆环的时候一转弯，我们就到民生重庆路口了，我们就要下车。谢谢。刚才讲说
说你就自己走走看，给自己自信走走看，结果他常常都会走错路，走错路回来以后，但是还是有办法走到重建处的地方。我觉得其实记忆力还不错啊，还是有办法找得到。我常常都跟他讲说，找不到记得你很厉害，问你。我现在是在这家工作，这是清洁工那样子，扫地、拖地，还有倒收垃圾。等一下过个马路就到了，哎、过个马路就到了。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爸爸给他的钱他都存着，舍不得花。而且那一次是我训练三次的第三次，我觉得不对劲，天气这么热，他怎么可能不喝水？哎，事后才发现，哦，我去买了一罐饮料回来，哇，没有两分钟喝掉了。我说你真的很渴，为什么每次都不跟我说？应该是不能放弃。接触完以后，我发现我多一个朋友。对，我觉得我多一个朋友，真的。早上去休息哦。徐小姐今天刚好休假。今天休假。嗯，她今天刚好休假。谢谢他们照顾我。